事干的，你说我是吧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说你来了，你说他。他们有病啊！我说你啊，没关系。我说你啊，我没说，我就说对了。我到那我啥话我都没说。他卖多少钱？卖25。28。卖28一斤。真是狠呀！疯了他。我啥也没说，我就说我是是是这个。那我不是这个东西也正常，我也没瞅你，对不对？你这有啥关系？我就看着，我说你多少斤，我就推他完事儿了呗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在你那买，我也没说别的。啥也没说，我到时候就给我退。行了行了，你说说没有？我没说，我就说这意思。那你这玩意儿要卖28一斤的话，你就不如吃榴莲了。啊，错了。其他啥味儿？不是，我有榴莲。24.9，合适。我多少钱？你看15一斤。我有24.9。啥味儿？感谢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5点钟，咱又出来卖货了啊。早上进了10箱荔枝王，上午摆了一会儿太热了，然后赶下午又收摊了，收摊在车里面睡了一觉，这刚摆上摊咱就惹货了。对面有个卖荔枝王的，咱在这装货呢，这小姑娘跟这小小子问我这多钱一斤，我说15啊，咱就卖15一斤呢。我这一抬头，哎呀妈，他拎着荔枝棒来的，我一寻思，这一看就是探价来的。他说：“你这咋这么便宜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就卖15啊。”然后回头这俩人就找他家退去了，他卖28一斤。咱也不知道啊，这个东西嘛，怎么说呢？从两个角度分析，你要是说咱嘛，要是说故意说扰乱市场。咱也没有那么做，咱就卖15一斤，我觉得这卖这个价非常合理。因为啥？咱今天是80块钱一箱拿的，那这果不太好啊，10箱都有一箱烂的。但是他说了给咱售后，明天我得找他去。这是一箱烂的，早晨还装了这一小盒烂的。早晨是，上午打开是6箱，我寻思有2盒烂的。回头。下午的时候又拆个4箱，又不少烂的。我说这我必须得找他去了，是不是？咱到家去了筐皮，加上我扔的那2小盒，这荔枝玩意儿加上掉秤的，我估计得给我10块钱一斤。我卖15块钱一斤一点毛没有，对不对？现在超市都卖15吧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卖28，那玩意谁能知道你卖那么贵？再说就是说，即使知道的情况下。说这俩小姑娘这小子来探价来了，我看着他拎荔枝王来的啊，那我怎么说我也不能收到我28一斤呢，对不对呀？荔枝当中的天花板能拿出点吗？随便走，有不好的你就甩一边，直接不用往盒里放。行吧，就来这些，来几个尝尝。11.6，够11.5。行，好。好久没收到这些现金了，朋友们啊！大红贴2张，200多块钱。微信跟支付宝呢，还收了600多，反正总共是卖了900多块钱。车里面现在还剩10盒那个荔枝，还有一箱烂的。烂的，明天早上看能起来，我就找他给咱售后一下子。啊，今天早答应咱的给咱售后，是不是？下雨了，咱现在往家走，朋友们，没办法，下雨了。现在是9:40。咱现在呢已经到家楼下了，朋友们啊。我兄弟去看我去，给我买了一份饭，咱没在外面吃，我今晚上回家再吃，就不上楼吃了，在车里面吃得了。哎呀，吃完饭再上楼。哎，这菜儿，这烤肉拌饭应该配瓶啤酒啊。行啊，吃口得了。嗯，哎，咋真香啊。嗯，好兄弟开生鲜超市的，看我的。聊会儿天，唠会儿嗑。
吃过美食饭，哎，哎，这口肉拌饭是高配的，这是高配版本，这还是鸡蛋的。这菜应该配瓶啤酒。不回家吃，这点老婆孩子都睡觉了，孩子还在感冒。不回家，我怕开灯给他整醒了。饭真香，哎，拿瓶水喝，拿瓶水喝。不下雨的情况下，我现在卖个四盒五盒的。你这下雨了，明天早上出个早事儿，啊，出个早事儿把这个甩了，把剩这些全挣了。早晨拿货的时候，我在外面看那个荔枝那箱子不在外面摆着吗？批发的，我在外面扒了三四箱子，都挺好。就是咱这脑瓜子，就是不是做买卖脑瓜子。你说你挑好的那三四箱，你就直接拉着得了呗，非得上人车里掏去，人车里面拿十箱，车上拿十箱，上面那一层都挺好，下面一层咱也没看呢，还经验少。下面那层哪箱里面都有烂的。这家是姜，这饭我是兄弟花多少钱我买的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与支持，明天见。